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名厨叫做家常菜，窍门一点就明白。今天李刚师傅啊，换了新装了，没错。我们今天来一个腐乳小龙虾，这是一个应季的一个食物啊，没错。哎，我们看看啊，主料辅料，小龙虾真漂亮。然后呢，花椒，辣椒啊，有一些白芷哦，啊，这呢，对，香料，然后呢，香叶，香叶啊，紫苏，好。好，这边呢调料，啊，盐、味精、糖，腐乳，有一点辣酱，酱油，您看，一黄一白，这呢是白酒和啤酒。这个腐乳用的是北方腐乳，哎，俗称酱豆腐，没错，里边有这个红曲啊，红曲米啊，一个是颜色好，二一个呢它的味道非常的香，对，其实这个小龙虾呀，现在呢非常风靡。这小龙虾如此受欢迎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肉鲜味美。但是在家里制作，往往会遇到一个问题：穿着硬壳的，戴着盔甲的，怎么给它把那里边脏东西去了？没错，怎么把好味给它入进去？哎，咱们第一步怎么做？咱们先说啊，要选啊，选呢，个头呢要稍微的大一些哦啊，然后这个颜色呢发这种啊。像火一样的红色，火红色，火红色，哎，然后这个呢，龙虾呀，在处理的时候呢，还要掌握三点。第一，您买回来啊，先要在家养上半天，让它吐吐沙。养完以后呢，我们还要啊，炖一下，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把里面的泥沙吐净，放一些水，对，目的还让人多喝。哎，然后呢，上下的。光的光，这样呢，便于它的这个泥沙呀出来。您看，哎，出现了这个泥沙，再清洗三次。经过养泡洗，我们攻克了小龙虾坚硬的外壳，将泥沙去净。但是接下来如何将各种香料的味道进入到龙虾肉中呢？先呢，不要放油，就是干锅哦。哎，我们呢，哎。干锅把这个虾呀要靠一靠，突破它坚硬的对壳甲，一让它多余的水分出来，使这个壳呢，哎，变成通红色。通红色，因为我们啊经过泡，经过洗，经过养，它呢水分很多。如果说你直接做呢，这个龙虾会很水，吃起来不香，对，好味也不容易进。对。所以我们在做这一步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住了，大火，基本上哎变成这种通红色了，哎，我们就把它呢倒出。你要记住做这小龙虾的时候啊，一开始不要放油去煸它，对，这样呢会啊很崩。来，我们二次点火，哎，上油，对。小龙虾经过干焙的过程，水分已经去除，更易吸收味道。接下来我们搭配怎样的香料吸收到小龙虾中呢？这个时候呢，油啊不要很热了，就我们把花椒，小小锅，然后把辣椒走放进去，可以多放一点啊，哎，稍微变红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龙虾放进去，二红合一，炒一下，红彤彤，让它呢初步入一下麻辣味儿，对，然后呢关小火，小火，哎，我们大概呢让这个焖它一分钟，根本是为了让它的这个初步味道进去，一会儿呢吃起来它会有层次，对，哎，您焖的时候，我呢把这个腐乳，酱豆腐炒一下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加入第二层味道，酱料的香味儿。然后呢，给它好放进去，好，哎，这香味出来了，哎，好，放一些辣酱，哎，你觉得这个麻香味啊，酱香味出来了，出来以后，然后我们呢，再放入啤酒，这时候放，加入少量啤酒后，又为小龙虾加入了第三层的味道，纯美的酒香，给它推开。这个味道呢，会啊有一种叫做层出不穷吧？对，层次丰富，哎，非常活泼。没错，它的酒味呢会挥发，然后呢把醇香的东西对留下来。好，
等它开了以后，哎，给点好味儿，哎，白芷，哎，这样呢，它一个是去除腥气，对，增香的，哎，放两片香叶，对，您的家里边啊有这种苏子叶，对，就放一点，可以，没有，放点小香菜，哎，也可以。好，关小火以后呢，哎，我们再调入一些，糖，糖，调调味，哎，少来一点点盐。然后少来一点酱油，啊，调调色，对，就这样小火，哎，我们收它八分钟，哎，收的差不多了，哎，我们啊收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哎，大火退了一下，退了一下，哎，哎，然后呢，哎，把摁一些蒜瓣好里边，好，哎，好，您可以放碎，也可以放整的，然后香菜，哎，香菜干，哎，让它呢更加的提香，好。大火呢，我们再收一下，让它呢稍微的收一收。哎，一个是呢，让它这个汤汁啊全部附着在皮上，显得很明亮，哎，很漂亮。而且呢，嗯，不光是啊肉好吃，嗯，这个皮味道也非常的香浓。没错，这个时候，哎，您看表面已经啊通红，而且非常的明亮，明亮，就证明啊这个虾做好了。我们关火，哎，来一点味精，点缀一下。我们就可以出锅，行了，这就，哎，然后呢，我们放上一点，哎，白蛋，哎，点，然后再来一点这个，对，这好看。哎，这个龙虾呀，我吃过这个麻辣小龙虾，怎么这个煮龙虾的，我觉得这个做的这个不乏精致，而且呢味道也到位，而且干净，您不妨试试。没错，嗯，一定要试试这个呢。不但家常，对，味道很好，没错，如何在家简单制作风味独特的腐乳小龙虾，您记住了吗？首先经过氧泡洗，使小龙虾将沙洗出，小龙虾干背后将水分排出，加入花椒辣椒让小龙虾第一层入味，加入腐乳让小龙虾有酱香的味道，最后加入啤酒和香料，将汁收浓即可。好，明天老时间老朋友老地方，不见不散，再见，再见。在明天的节目中，面点王王强师傅在鲜香上下足文章，带来酥香多汁的茴香棋子饼，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。